你为何阻挡我们捉妖？可知道，这妖是谁？他是你父王。你说这妖？ 怎么可能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数日前，你父王亲自率兵力斩入侵的妖邪，却不幸被一只妖怪所伤。自此之后，每逢子时，他就变成一只吸血的妖怪，只有吸满了人血，他才能渐渐的平静下来，恢复人形。老臣为了掩人耳目，每当深夜， 并把老种一名死囚扮成侍卫，送进宫中献给国王。您是说，我们之前见到的妖邪？没错，你们那晚看到的妖邪，正是国王。只不过那天突然发生了切之欺人的事件，老臣才得以混淆视听，隐瞒真相。为何不请太医？ 老臣隐去国王的身份，先后从宫廷内外请了数名的高手来给国王诊断。他们都说，国王的病在元神在髓骸一事，回天乏术了。